本身都患有嚴重的濕疹嘅，咁所以當 Valerie 出世嘅時候咧，佢除咗為我帶嚟一啲喜悦之外，其實都會帶嚟擔憂。佢細細個嘅時候咧，就開始不停咁樣拗，我會用盡唔同嘅方法去幫佢。到咗佢兩三歲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佢個頭皮啊、手指啊、手腳嘅關節位、耳仔嘅罅位都拗到損曬，有啲位仲嚴重到會甩皮同埋流脓添。於是我就帶佢睇皮膚科專科醫生。當時醫生確診佢係患有過敏性濕疹，由於佢遺傳咗我嘅濕疹，所以當我見到佢好敏、好唔開心嘅時候，做媽媽嘅我其實真係好心痛。我唯有一路幫佢用醫生處方嘅沖涼液同 keep 住搽 lotion， 但係天氣一轉，啲濕疹問題又翻翻嚟，你就會覺得點解之前做嘅嘢就好似白費咗咁咧？直至皮膚科專科醫生介紹咗我哋認識阿 Fan， 佢哋喺法國有間活泉水療護理中心，中心每年接待差唔多3000個嚟自世界各地嘅皮膚病患者。中心嘅療程以抗敏活泉水為水療基礎，當地嘅醫生仲話我知活泉水有超過50份國際醫學文獻證實具有舒緩敏感、鎮靜刺激嘅功效。Valerie 就接受咗為期21日嘅針對性水療療程，令佢從外到內吸收活泉水。皮膚敏感反應亦改善咗好多。當見到佢嘅濕疹情況一日比一日改善，我知道我已經揾到啱佢嘅嘢啦。阿 Fan 皮膚科醫生 Dr. Diana 仲教我哋平時要 keep 住用抗敏活泉水去舒緩同改善敏感痕癢情況。而家我哋就好似將阿 Fan 活泉水療護理中心搬咗翻嚟香港，我以後都唔使再怕佢係咁拗痕而唔專心發敏症啦。